去。缺少了霸气，但是经过昨天对和平这场比赛，他第三局好像一直不断吼叫，嗯，还知道运动上的稍微不足，是，目前小太阳往前得分已到两分，先发球，比赛开始。这个太甜了，谢谢今天抢台风比赛第二第三局都是辅助主要的，你能做到他的能力这一脚你做你做完局里是小半领先一分，对，好，王晨晨一飞也发生了五次失误。这也是一个攻击，对，不让对手呢有攻，有机可乘。直接进球的下方半场，来小白得分。常跟男生好来对练，第二局还是稳定表现，只有一次失误，练好就可以。直线攻击哦 ，yes， 太多的攻击的机会。哦，四一，冲上来，对，打牌相当漂亮，再来一球，不让他有机会，对，我知道了。
现在这些奥运队奖项，多少呢？还是19-18年？防短质量相当不错，角度啊相当犀利。哦，出界出界，再来一个好球。那这是陈宇飞在决胜局的第一次输。参考数据加上出界的话，小赖是有8次输。进攻还是小戴一个取分的一个重要武器。小戴继续很专注。检查球，专注。
上那边。对吧